欢迎大家来看好戏，来听好歌曲。近百年看好戏，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经典好戏，十月一日起将由六大现代戏剧接棒，包括原住民乐剧《很久没有见我了你》，眷村大戏《宝岛一村》，民初大戏《渭水春风》，客家儿童音乐剧《嘿阿弟古》，国民戏剧《人间条件一》及新著名音乐会《幸福一百 Party Go 国际音乐日》，呈现百年来不同时期的面貌及各个族群的文化。分别到台湾来居住的，或者原来就是原民朋友，有些是新住民，有些是客家籍的，有些是所谓闽南籍的，几乎在这六个非常精彩的经典的创作艺术当中都呈现出。其实在不同的居住环境，我们有发展不同的一些文化，那这些文化聚集起来就是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我们希望透过这六大戏剧来表达我们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跟台湾不同的时期透过这个机会让我们更加彼此认识，而且是透过大型户外免费演出的方式让大家都能够有机会来参与。精彩好戏宝岛一村抢先看，带您一组为快。六出现代戏剧将分别于台北两厅院艺文广场、台中圆满剧场、高雄卫武营艺术中心演出，每场皆为户外表演，且全部免费，精彩绝伦，绝对不容错过。欢迎大家手揪来跨戏，活动相关资讯请上官网查询。文经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